第五题，通有电流的长直导线周围产生的磁场，其磁力线形状为下列何者？我们根据我们的安培右手定则，在长直导线通电的时候，大拇指代表的是电流方向，其他的四个手指头代表的是磁场方向。我们由四指弯曲的形状就可以看出来，它的应该是一个圆，就像我们这个图上面所显示的，它是应该是个同心圆。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，其磁力线形状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同心圆。